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我是 N S A and V S T G 的小花。今天要介绍的是公告。是的，我们要来介绍公告，或者是算介绍吧。对，我们要来介绍的是这个，在杂志上我们有剪给大家，没有剪给大家看。首先，我跟音符也一起分了，因为是我们两个一起合买的。首先是这个，这是 Twice 的这一张。我选这一张的原因是因为它后面有默默，我觉得很可爱，然后也有 Sana， 我也觉得超可爱的，觉得他们两个就是超可爱。然后这样，它大概就是一个明信片的概念。然后这里是有紫鱼也超漂亮的。然后这里是彩英跟那个多贤，也很美。再来是介绍 BTS 的。那这两张看起来看似一样，但是不一样。这个是有这样子的，给大家看对照一下。这是这样，两种款式不一样，他们手上都有拿东西。手上都有拿东西，然后都是露镜头的，然后像是这个手，这个就没有露镜头，然后这个也没有拿。他那个正国是拿金棍，对，所以两张是不一样的。那就是这样，他这边旁边是风铃的感觉，然后这里都会有一张 Twice 的小照片，然后这个它是全照片的。但是这个是小照片的，所以有让我有一点点的小失望，因为是小照片，不是全照片的。然后它的风格又跟 Twice 的不一样，它这字比较小，然后 Twice 的这个字比较大。然后两张都是一样的，但是后面的小图都不一样。这是演唱会，然后这个不是演唱会的。对。再来是这个鹿晗的就是四张，然后音符他是抽另外一个给大家看。大家不好意思，我忘记那个韩剧的名字，好像叫什么大力士女什么 bla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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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我忘记后面那个名字，但是我有看过一点点。然后这个是鹿晗的，有四张。先介绍这一张，这一张是他在演唱会的，这一张也是，然后这个不是，这张也是。再来看后面的小卡，后面小卡他这次又是全图的，所以我最失望的是 BTS 的，比较失望。然后这个他的风格是有点像圣诞节的风格，因为有雪花，然后他这个图就是很漂亮，每一张的照片都不一样。我觉得这一张看不出来不像鹿晗，对。然后呢，这四张我想要把它送给我的粉丝们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鹿晗啦？我本身我是没有啦，对。所以呢，要送给大家。那你们留言的格式，我之后会再拍一个影片，然后大家要告诉。大家可以在留言底下留言说，你想要一张一张抽，就可以抽出四位幸运儿的，还是一次两张两张抽，抽出两位幸运儿，还是一次四张直接送给一个人的，然后就只有一位幸运儿。对，要告诉我方法。那要四位幸运儿的，就是一张一张抽的，就加一；然后要两位幸运儿的，就是加二。然后四位幸运儿的话就是加三，对，好吧，那今天的影片大概就到这里咯。对，那看完我的影片后记得要按赞和订阅哦，谢谢。那我为什么会想要抽出鹿晗的这个给大家呢？一方面是因为我没有很没有在关注这个偶像，然后另外一方面是要庆祝我赶快100人订阅，对，到了150人的时候会有更大的抽奖，对，好吧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